大家好，我是 Shirley Amity， 我是一个美术老师，我喜欢用画笔记录我的生活。北京冬奥马上就开始了，我想用自己的方式为运动员们加油。每次在电视、手机上看到运动员们的努力拼搏，我很有感受，想用画笔记录这样的精彩时刻。今天去滑雪场采风，看看能不能找到我心目中的哪个画面。滑雪场里面一片热闹，孩子们在家长们的陪伴下玩得很开心。左边的滑雪道上，很多人在展示自己的滑雪技术。我找到了很美的角度，我用我的滑笔记下来这美好的时刻。新欢狗梦，一起想未来，让我们共赴冰雪之约，为奥运助力，给奥运健儿加油。